我哪会有心？敢讲真正是饭菜下到阿伯，伫暗中动什么下手，予我有文瑶的囡仔？文瑶早就怀疑有问题，啊，即马代志变到安尼，伊敢会当接受？我是变哪只好？文彩啊，你今仔日一定要有一个交代。小雨啊，你先加只陪超越啦，阿妈妈来去煮汤啦，有啥物代志啊？等下再搁讲哈。等下。你即摆是安怎？想要落跑？我甲你讲啦，就算你米到十八层的地界啊，小雨同款会甲你挖出来。叫你好好面对，把这件代志讲清楚。歹势，借问一下吼，啊，你唔是要来关心超越阿哥有 baby 的哦？迄有心是喜事呢，啊，你两个奈看起来安尼气噗噗啦？文彩啊，你我想要定亲到什么时阵？没有，你是莫这样生气，有话好好讲。超越，这么开始表现菩萨心定的时阵，本在阿你对待你呢？你无管你身体以外，眼高啊精子，跟你卵子，有人工受孕和小你有心，杨志忠，阿家不能叫别手动，叫我你袂生气。我唔是这個意思，我是烦恼你。啥话啊？文瑶即马讲的意思是讲。超越巴肚内底的囡仔，是饭菜下硬挤入去的，唔是因为因两个人互相依赖，自然产生的哦。哈，哎呦，饭菜下，你有够变态呢！妈，这件代志哦，若有影是安尼，你袂得故意哦。饭菜下，你是凭什么大主大义，决定我甲超越落安怎行？你是凭啥控制我的人生？敢讲，你被红改是赔罪？小雨啊，你误会妈妈啦，妈妈哪有可能安尼做？好啊，唔使。我若是你啊，我就袂阁硬拗啊。你应该知影华盛顿啊，都等樱桃树这故事啊，老实承认，才是面对生活上好的方法。文彩啊，我真正想袂到，你竟然真将怀藏业力造风险来对待我。哎，文彩啊，你伫我心目中哦，迄个恐怖程度已经要破表啊呢。就算讲中年足欣赏文瑶，想要甲伊还阁超越杀作堆，伊嘛无可能会允准你用这款变态的方式来对待这两个囡仔啦。你敢有必要为着要伫个尴尬甲地位徛好在，都做出这个代志哈？哎。我即马开始咧怀疑文瑶敢是你亲生的哈，小雨啊，你一定要相信妈妈啦。你爱我安怎相信你？我会当体谅，当初离开我甲爸，去对于家己人生的立场。虽然你在我心目中，不是完美的妈妈。啊！不过这阵啊，因为你的接近，我欺骗我家己，你是真心爱我的。啊！我这么看起来，是我家己受家己了。你自头到尾，都无把我当作好心看待，你是先利用我，当作工具，去得到什么荣华富贵？妈妈真正无这个意思啦。我只是希望讲哦，你甲超越会当幸福快乐、稳稳满满啊！你讲好意思讲，你希望我幸福？你话甲超越当作真实，你去赔钱？迄个时阵，你甲我羞愧，我是你的好心呢，你无，你无讲超越意愿，你敢想要满足？你敢去贪念？文彩啊，你真将我恐怖啊！
你敢真正？敢真正是我亲生妈妈？无需要对这款笨手把你的笑容拉碎，像这种叛心逃亡的查某，妈妈替你教死。鹏彩啊，你对家己后生做出这么变态的代志，你搁开嘴合嘴讲你是为着伊好，我问你，这个世界上就一款亲生老母，为着家己的利益，为着家己的未来，把家己的后生亲囡亲女当作情生的呗？要替你感到见笑？你别靠别人嘴笑正经，家己的嘴笑更靠我清气。你敢管对小雨做过真变态的代志啦？为着要报仇，你叫伊嫁做罗在兴的私生子，甚至落尾啊，你阁阻止伊甲罗安杰互相意爱，甚至间接害死罗安杰。安怎？你安尼就无叫做变态？你敢讲真公正？至少我无违背小雨的意志。伊当初我这个老爸为着要替陈家恢复公义，伊才安尼配合我。后来我嘛把小雨毁尸嘞，我也甲认唔对。你嘞？你到即马搁咧死坐，唔肯认错。你奈好意思讲我？那是因为你哦，小雨就袂是杀罗安杰啦。甚至不到最后，伊的心哦，对罗安杰做我沉在海底啦。这种伤害，敢是一句失礼就用的啊？你是凭什么指责我？你认错，就是合情合理；我认错，就要用刁难，甚至让人认为讲，我对后生的心意是为着要满足我家己。我希望我后生未来得到幸福，到底是有啥物唔对？是你，你才是迄个破坏小雨对爱情有期望的人。至少我是真正咧要紧小雨，我无私心，你诶？我是不是有私心哦？轮袂到你来起起嘟嘟啦。啊，你若这么硬哦，不如好我去管你的大汉后生陈东俊啦。伊意图哦，接近尴尬，想要受到尴尬的庇荫，甚至为阮阿爷乌两千万去啊啦。想要来正大东山再起啦！啊，你即摆徛在遮静点点，当作拢无这回事。你话唔通啥都别人讲。东俊哪有可能私底下去啊工厂里讨钱啊？伊明知影我对恁尴尬，是我尔讨伊啊，无希望甲你有任何交叉。尤其是啊，江超越甲小雨啊，因两个咧交往，我是坚持反对，所以绝对无可能遮好胆。私底下去运作这款代志，啊！你唔是一直在讲，你是金头脑有透视眼。陈东俊的咧背后母家代志哦，你这个阎罗王哦，连厝内底小鬼都管袂掉哦，真正是笑话人的嘴。你若唔相信我讲的话哦，你就甲恁家迄只小鬼哦，抓回来好啊，审问啦。你就知影我是唔是咧乌白讲啊？是讲时到哦，你就要好好处理呢。虽然讲阿孩手段有较无正当，莫讲囡仔总是有性命，但哦，来向前看，啊好来照顾这对母仔囝，啊再个慢慢来找，有看什么方法来处理吼。啊，文瑶你，这唔是我甲超越所期待囡仔，这种无公平、无合理、无尊重人卑鄙。阿伯的方式，我不可能接受。小雨的意思就是我的意思。鹏彩啊，你想要赶紧死心，你唔能够想要利用小雨去摕到你想要的荣华富贵。你若敢继续搁用什么傲博，我跟你讲，我绝对落去也真歹看。小雨，行。阿哥，你莫艰苦吼，莫白想。我相信文瑶伊即摆心思嘛一定足乱的，咱就给伊一点仔时间来调整伊的情绪。等若找到机会，阿妈再来好好甲考劝，吼。超越啊，请你原谅阿哥。别再跟阿哥结起好不好？我只是希望你跟小雨能幸福快乐而已。
是用这种方式得到的，我不是真的说过啊，别管我跟魏瑶的事情，啊，那我就离开这个家，做不能做电话。尤其是你，我想不到世界上有一个这么自私的人呢。会当用这种强逼的方式对待我，你安尼敢找一个人来跟我做头先差别？我哪有可能以为安尼有心，我就怀疑，我就接受。乔月啊，啊，这个对象也不是真混人啊。我再讲，你嘛真介意小雨，敢不是？你没有干啊！你敢不看到？杜小辉的态度，你感觉我不够坚强？我感觉我今仔足坚强，要足悲哀的，予人当作敌人，甲你算唔知影。阿官，你看啦嘛，一个人艰苦，不甲规口灶人都跟你受苦，之前中年真无简单哦，才甲伊靠扛转来嘞，今仔差点要离开啊啦，伊到底是甲咱讲教话无缘哈？你莫再乌阿嘴啦！你绝对袂离开尴尬。我，小月，你莫阁甲阿公客气啊，好不好？给我一个弥补的机会，我保证啦，一定让这件代志哦有圆满的结果啦。囡仔是上宝贵性命的恩宠。你莫因为我的错误，就予囡仔排上无应该排的冤罪，好不？文文，你好意思讲我唔敢听呢？我够尴尬的感情，啊，搁有我甲文瑶的感情，全部都予你母甲水狗狗啊！你今麦搁好意思甲我讲文文？超越，你莫讲话啊！你若唔肯予我一个解释的机会，你要哪会知影？我真正无伤害你的意思啦，啊，无安尼啦，阿哥即马拍家己向你赔罪好无？请你相信我啦，我真正唔是要破坏你甲小雨的感情啊，我只是说，只是希望恁两个当幸福快乐啦。你莫离开好无？你若真正离开尴尬哦，阿哥都做个清单啊啦！你本来就做个清单，你讲你安尼做拢是为着要让我跟魏瑶得着幸福。我今物就跟你讲，你根本就无资格管别人幸福，你甚物款无用，本来属于我的幸福，全部拢让你毁掉啊！阿哥，阿妈无可能让你离开。你是咱尴尬唯一的好事，我哪有可能靠你去外面流浪呢？而且做唔着代志的人唔是你呢？假使讲哦，你若卖不甲恁阿哥吼同齐生活，我即马就叫伊出去，我以后都卖出来伫个面头前插你个目，你慢慢来离开尴尬，对无？哈？客户，是啦，一切都是我的罪过啦，是我罪该万死啦。你放心，我一定哦去找小雨啦。等伊气了消了后，伊一定会随转来你的身躯边照顾你个囡仔哈。来啦，你拄则我要因讲啊，伊是无可能接受这个囡仔，你嘛无需要去找伊。你现在最需要做的就是离我较远的。阿官，阿官，阿官，你先来。阿官，阿官，你有要紧无哈？阿官，阿官，阿官，现在已经真是心肝裂瘫痪了，已经无法让你更简单来原谅咱了，快了。